的鹤，我已经帮你尝了。就行了吗？我为何在此地？数日前在山涧中发现侠士羽化病发，昏迷不醒，便将侠士移至那佛窟山洞中静养。羽化病？侠士一无所知吗？自从半年前村寨里生出一个吃人的妖孽之后，百姓大多染上此四肢长出羽毛的怪病，此病无药可医也。这是那日与你一同找到的帛书，拿去吧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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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！别开门，有妖怪！
拿了东西就搞快走了，等到被他们发现送管了。嘘，啥子声音？